别开心，以前来过老虎滩极地馆，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企鹅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还能玩玩雪呀什么的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飞地企鹅呢是生活在南极大陆的企鹅，所以温度越低对它来说越适合，而且室外有风啊有雪啊，这对企鹅来说就感觉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，所以他们就非常喜欢在室外待着。而且室外有阳光，有的时候阳光很充足，我们大连的天气特别好的时候阳光很充足，会看到我们的地企鹅全部趴在这个地面上在享受这个阳光浴。